这样就没有办法电动除草啊、哦。这瓜尾头的，这地上头是不要电动除草？嗯。可是我们已经把它斩草除根，为什么还会再长出来？没有斩草除根啊，它下面根没有完全、完全处理好。可是我们六月份除挡土墙那边为什么没有芒草呢？咦，靠身体啊！啊，这个玻璃为什么这样平平顿顿的？无这丛大坡爱急。哦。我在找下刀点，有当咱在做农哦，卖急。下刀点要找对。这一波来帮忙看一下怎么割。慢慢割。这个是台大哲学系郑南榕有毕业的学妹。郑南榕没毕业。对呀、啊，这个是我人权博物馆的志工，志工同志，同事，你看这么粗，我刚刚那么粗的，根本到里面去还是粗了下刀子。我们这位蔡学姐还出过一本书哦，苏玉老板，你要不要他写帮你写一本书？割芒草的人生，草民，草民的人生，草民的人生。哎，你的茶那么贵，是卖给谁喝啊？哦，很多嘞，这是怎样？你是怎样下刀在哪里？你这样够了没啊？够一盘了。够了。好开心，好开心。是啊。快完了啦。老板，这一颗这么大，可以要漂亮。赶紧，大鸡老杂波的。那你就最容易的是昭和草啊。